西右北，八八八西八八西。谢谢啦，也祝你元宵节快乐啦，永远都快乐，你这个漂亮妈妈。小圆儿，祝元宵节快乐。下雨啊。放学。梅姐，微信方便吧？我刚刚完事儿，就忙了一天。你们什么时候准备搬家呀？然后那个，我有可能过一段时间，去祥子那边这样的，然后看看到底离多远，我还不知道你们那个就在哪里呢。亲爱的，我们那个原来决定是下月三月份的三月中左右，现在我们正在找房子呢。然后呢，威斯康辛离芝加哥这儿差不多算是，西北方，可能离多伦多更近一点了。然后，回头到时候我们要是确切租房子了，我们会把地址给你发过去。然后这边可能我们也租个三居室左右，到时候你就别住宾馆，住我们家。